多用剧院，多用剧院。对你念叨什么呢？我们现在不先干嘛吗？我学几句粤语，用得着吗？哎呀，学几句比较放心嘛。哎，对了，你攻略做了没？做了呀。那你这也算攻略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把我做的发给你吧。啊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？没必要做个表格吧？对啊，做的定下来到时候现搜呗。那怎么行啊？可以啊。小杨，你们现在在超市，还几个小时出发了？哎呀，没事，来得及。哎，我的身份证怎么找不到了？啊，你放哪儿了？你快好好找找。小杨在这儿呢，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吓死我了！啊，我昨天头发刚洗的就这么油，我在先洗个头发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带了这个天后蔡依林代言的山泉冲锋瓶，它里面的沙龙专营复配原液，适合你这种一天不洗就油的懒癌患者。大家新增打造明星床牌1:1蓬松黄金比例，你能代表我去洗吗？好吧，那我给你搜搜看。你快收拾吧，一会儿来不及了。媳妇啊，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店推荐没有啊？你们当地人都记得那种啊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特别火那个茶餐厅，你去打卡过没有啊？哎，好看，好看！哎呀，好俏皮！哎，来来，这才开始呢！哎呦呦呦，好，再来一下！你好会指导啊！哎，今天轮到你了，快过来吧！啊，我就不拍了吧！不行，来都来了，而且你的头发这么蓬松，上镜很显脸小的。哎，换个姿势，换个姿势。哎，可以了吧？别剪到手了。换个姿势。不刚叫我们挺会的吗？哎，别剪到手了。